三只猫头鹰站在月亮上，穿着布农族服，可爱的模样让行经游客忍不住多拍几张照片。高雄桃园区公所为了推广梅山部落，设立全新入口意象，感觉真的做得很好，是我们也有跟他拍照，特别来这玩，对，是特别来这玩，觉得蛮特别的，别的地方看不到，都让我们感觉蛮新奇的。桃园区长表示，设计结合布农族文化故事，像与月亮的约定、报讯息的猫头鹰，再加上黄藤、艾玉等环境特色。这个意象是由我们公所跟我们当地的七老还有梅山里所协调的，因为这所猫头鹰的一个像就是所有原住民的一个特色，想说在梅山这边设立一个意象，让大家游客看到这个猫头鹰的一个由来。南横全线通车后，大批游客涌入，之前就有餐饮业者设立黑熊雕像，以及部落设立特色路牌，就是希望让民众在旅游同时能停下脚步，认识在地文化。原新闻南部高雄桃园采访报道。